什么？万冠军赛的总裁 CU 唐竟然认为魏瑞并没有赢得比赛，并且还要替邱元浩贵进行上诉。这是泰国的一位新闻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出来的一则动态啊。他表示，就邱元浩贵对魏瑞的比赛呀，对 CU 唐进行了一次采访啊。采访中 ，CU 唐认为魏瑞并没有赢得与邱元浩贵的比赛啊，他认为是邱元浩贵赢了，并且呢还要为邱元浩贵进行上诉。这些信息啊，都是这位新闻记者啊给发布出来的。然后看了一下这位记者的个人账号啊，粉丝量仅仅才有几千个。然后有一个前缀为万 champion 的一个账号啊，也转载了这一则消息。看了一下这个账号，这个账号呢地点是在香港，那么粉丝啊也只有2000多个。而 CU 唐本人的账号以及万冠军赛的官方账号啊，并没有发布此类的相关信息。也就是说，目前来看，这些信息啊仅仅是这位新闻记者的一面之词，到底是否属实啊，还有待考证。然后呢，大家也不要随意带节奏啊。